装搭配。首先呢是这件弹力长袖 T， 做了一个小领靠背的一个设计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底衫。下面搭配一条格纹的一个西装长裤，外面呢就搭配今天的一个新款啊，是一个黑色的西装。那这样一身呢就是一个非常酷帅的一个感觉，包括这个西装也是一个宽松很随意感觉的西装，也是我自己的比较喜欢的风格。那下面搭配的风格就是略带中性酷帅的风格。那我今天呢外面是搭配一个银色的一个大包。那这款呢它有一个白色系的，也是一个这款同款的一个西装，我觉得白色系呢它更加温柔一些，所以我搭配一个连衣裙来大家上身看一下。那这款连衣裙呢我做了一个鳄鱼纹的这种图案的一个设计，那这款连衣裙的前边看似平淡无奇，那后面又是一个特别有小心机的一个设计，前面是一个高腰线，那后面就是一个大露背。那这就是一个白色的西装搭配，大家更喜欢哪一件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